的力量有限，民间的力量无穷。我们民间因为经济发达，像我们今天刚刚到地晶科技，它准备投资4500亿，要建4座12寸晶圆厂，台湾变成世界第一。不过在这样的同时，有很多社会贫富的差距，社会福利照顾不到的地方，需要民间的力量，大家来帮忙。今天在座我们福伦社，就是以福伦社的爱心，以福伦社的热心组织，结合社会各个团体，发挥一碗面的故事，把大家的爱心解决了魏家的困难。魏家马家卡魏先生都把困难解决，希望把这个困难解决困难的爱心，爱传爱，美传美，弟兄到处都有温暖，各位都是最大的温暖，最有力量的活菩萨。今天特别来向大家表示最高的敬意跟感谢，希望大家让社会有温暖。我家里小时候经济情况也很困难，但是我妈妈常常讲一句话，会当人生有时赢有时弊，唔好看人未起，有顶啊卡人红弊，卡好起弊人会顶啊卡。所以各位有力量拿出来帮忙人家，是最大的幸福，这就是施比受有福。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跟大家在一起，对于台中市大家这么样的热心积极，表示最高的敬意。我们林佳老秘书长常常在民进党中常会跟各种场合，把大家这种爱心热心到处宣扬。今天我特别赶到现场，再一次希望大家让爱心传扬，让台中，让台湾处处有温暖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行政院长，谢谢蔡副院长，谢谢各位分享。那么姚山院长，以后